我是懒猫哦，我们今天要来玩的这一款游戏呢，是一个新游戏《深空之眼》哦。那先跟各位讲一个最前提，就是这个《深空之眼》呢，其实还没有出，它呢现在正在事前登录。所以如果你们待会看了这款游戏，对这款游戏有兴趣，或者现在就已经看到这个画面就已经有兴趣的，都可以点我旁边的这个 QR code， 我的右边那个 QR code， 有没有？右边那个 QR code。你们用我的这个连接进去呢，就可以去做事前的登录。那现在呢，现在呢，我们在玩的呢是 CBT， 也就是封测。目前呢，正式开的时间还不知道，但应该不会太晚。来了，高马尾。ここには誰もいないよ、アドミンさん。みんな避難してくれて本当によかった。こっちもいないよ。他说这里没有任何人。大家应该都去避难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哦，游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可以用摇杆来操作我们的这个角色。攻击啊，闪避。这是什么？技能？有三招技能，每个角色有三招技能的概念吗？不错哦，放技能可以重置第一招技能。那这个勒哦，大招的概念，懂了懂了，会玩了会玩了，来吧，这种我最擅长啊。砍穿，打王是不是？我直接虐穿，站在近距离，所有技能全部躲过。哦。波塞顿 A 级角色，这感觉像是补血的吗？还是辅助之类的？为什么这个补师打的比旁边那个输出还要高啊？哦，敌人会召唤，敌人我的队友会自己闪避耶、欸！他刚刚让我进到那个闪避的状态。哎，这是补血。还是需要我吗？哎，我来了。看一下伤害统计，他们打多了。不是这个补师，有效伤害9000，打得比我还高，什么意思啊？补师是不是有点过头啦？这是传说中的超强 AI 协战深空之眼吗？太猛了吧！他一个人敌我二人，我这次我一定要打赢我的捕师。砍下去 ，miss 啊！不是我打他怎么12.4点呐、啊？我开始发现问题啦！我的攻击力不够高啊！连西奥义，看伤害，看伤害，吐了。探测系统开放了，四十抽必出 S 级修正者。密影国长密，这个不就是我们现在上面的只吗？哦，这是他出卡通话。妖精马尔林尼，开服签到。开场就送你刚刚那个姐姐，夜之寄生获得。我是不是要先去那个啊？我知道了，我应该先去修正者偷看一下有什么角色。镇离阅读
哇，这个好帅哦！お姉さんに頼み事かしら？哦，这个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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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阿修罗也好。お役に立てるよ。波塞顿。哦 ，S 级的波塞顿呢？有 A 级的，也有 S 级的。我们要抽哪一个啊？抽这个这一个吗？七十次出，还是我们应该要抽这个这一个四十抽必出啊？下面是常驻，上面是精准，先抽这个吧，毕竟会出 S 的几率就比较高啊。他四十抽出，来十连，走了，紫光，谁？紫色。疾风之枪，紫色，低吹雪，哇！我34斜线40哎，我要拼拼看吗？拼个 S 吧，体验一下 S 的感觉吧。来，完蛋，我真的要保底的感觉。36斜线40，不是真的要保底吧？保底前一抽出还是保底出比较开心？当然是前一抽出啊，说啥呢？保底出就代表是你原本不会出，是他在可怜你；保底前出代表你原本就会出，对吧？只是晚了点而已。哦，我这帅气的宝贝，我又凑了一抽了，37抽，哎，来了，各位。国强力秘影，马上体验一下他的技能。天地，地天，该不会有个地吧？太难了吧！这个要结印，这角色要结印是什么操作？这只好猛哦！帅到喷汁！超扯！这伤害超浮夸。好啊，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今天玩的这一款新游戏《深空之眼》。那这一款游戏呢，目前还没有开，但是你可以去测试服去玩一下，它现在正在封测中，可以用我的连结去赶快去这个事前登录啊，赶快去事前登录。咪咪讲，今天吃了什么？吃了卡哇伊。接下来你要做什么？接下来不睡了，明天再努力。啊，那 boss 啊，那你 boss 现代？哎 ，boss 天帅 ，nice nice 天帅。哇